来说，很错，就是他流鼻血完了以后，他那边的眼睛就有点充血，就然后当时柴老师说了一句话，柴老师说，终于这都拍完了，我终于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我心目中那个最成功的郭成宇的那个形象。我就是我他流鼻血，我没，你戴个帽子，你说的，别不承认。当时我真想喷他一脸。然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时间退回到四个月以前，你们还会出演吗？行。你们会更中意于哪个角色？虽然你们演的是这个角色，但是你们心里可能有自己更想演的角色。这次我们是从王菲这样开始说。好，我要演吃糖。我还是喜欢郭成宇那边。我演孟涛。我们的选择，十点不让吃饭都是我。其实我特别喜欢无所谓这个角色，但是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十点哥，爷爷爷，王双眼王真。下一个，不管猫太是谁，我都弄死。
唱片出吗？出。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既然问到这个问题了，我怎么在替你说话？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两个呢之前有个采访有个互动，你们记得吗？好嘞。他说是真的。宣布一件事儿，这不是喜讯了吗？今年夏天呢，我们聚在一起，今年发生了什么？所以说呢，我和大宇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。对于今年夏天的一个回忆吧，然后我们两个确实很尽心尽力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还没说是什么就行。期待一下，这两天会送给你们。对。陈老师您说，陈老师。然后再给你挑几个。后面。舞台十号。方便给吗？不要取。请问那个王青吧，你对雨青怎么看啊？什么？雨青？啊？雨青怎么看？我怎么什么？你对雨青怎么看？他就穿着明面装糊涂，咱们雨青就稍微收敛点，一个人大不了哭了。太羞耻了。下一位，三排十六号。这是里面都有是吗？